Hello. This is my second vlog. A home vlog. This is my second vlog of the day. So I want to be a long 6 minutes. Yeah, and another 6 minutes. Yeah. It's the long day to go. Really, so shorty, shorty, Follow
Hey, almost there. There are 6 minutes games. Then got something to do. Yeah. Yo.你们俩居然不知道，真的是枉费在哈佛那么久。
接受这个处罚，不过如果我付一整年的水电费，是不是可以更改？感觉刚刚已经快要攻破我的攻防战了，越是这样就越觉得他越有魅力。陈阿喜，你怎么那么硬嘛？我是可以透露一点点的小配方让你知道，不过你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。如果威尔吉知道我把他的喜好泄露给马组长，我就完蛋了。米兰达，你怎么就是不能忍呢？先生，怎么？天气这么炎热，大家都耐着性子在这边排队，就是有你这种不守法、喜欢投机取巧、爱插队的人，我们社会才会越来越乱。如果你也很想吃这间店的话，麻烦你现在立刻 right now 去后面给我乖乖排队。在说我吗？我有插队吗？你有插队吗？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你正在插队哦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公断一下，到底是谁对谁错哦。我想说，哎，店家这边刚好有监视器，可以还原这一切真相哦，先生。朱小姐，好像我们见识到你骂人的功力耶。